盘点钢铁直男撩妹翻车现场。哎，我能请你帮个忙吗？什么呀？你说。我前女友明天结婚，你能陪我去参加她婚礼吗？然后你假装一下我女朋友行吗？翻开所有回忆都是关于。为什么是我呀？我随了500块钱份子，这不会来。带你去肯定好使。哎，各位八零年人，以退以退呢？咋的呀？咋了？有点呼吸不过来，喘不上来气儿，就是。我送你去医院吧。我送你。那也不用，就你会人工呼吸吗？就是。我哪会那玩意儿啊？我也不是大夫啊。没事，我教你就。我洋气，这年轻人，我操，这胆儿太大了，这你这事谁设计的？我操！你看他这上面还有个戒指，我帮你戴上吧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有啥不合适的？走。你们才刚认识。刚认识什么？好看，好看，真的好看。你是我认识第二漂亮的女生。那第一漂亮是谁啊？第一漂亮是我女朋友。你有女朋友，你给我带字。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？做那个第一漂亮的女孩。我能跟别人说这是我男朋友。你有男朋友啊？你有男朋友，你拿我戒指干嘛？你给我拿下来了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这胆儿太大了，这。哎，妹儿啊，问你个问题，我们打个赌。你要是回答上来了，我请你吃饭。然后你要回答不上来，考虑一下做我女朋友怎么样？请问？问你啊，全球一共有70亿人。有什么事情是现在没有一个人去做的？做你女朋友。没有一个人做你女朋友。啊！累了，下车。好嘞，谢谢你的话。真好看，给你。这是你画的吗？是我画的呀。真好看。是吗？你长得好看。你平常每天都有画画吗？有没有其他爱好？其他没有。我每天基本上都在画画，除了画画别的我也不会，就没有女朋友。现在的女生都不喜欢我这种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男生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不解风情。啥意思？啥叫不解风情啊？要不今晚你来我家，我告诉你。我才不去呢。你就跟着说。你不好说。有男朋友吗？哦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突然有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，这个男的呢叫我不爱你，这个女的呢叫我爱你。有一天这个男的我不爱你死了，你说这个女的叫什么？我爱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！你有多少个前女友啊？不多。那我跟你前女友哪个好看？妹儿，你就你这个颜值，你应该自信点儿，至少能排进前十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年轻人，我操！哎呀妹儿，有男朋友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嗯。我行吗？嗯，那你有点太高了，我这个女友会不会轻轻的说不太合适啊？啊！想挺远呐，妹儿啊！不可能，1.5米的我都亲过，老得劲儿了。出去！干嘛？出去！怎么了？给我出去！家人，我到家了。到家了。啊，我就不上去了。周末有空吗？我们公司给我发了2张电影票。啊，2张电影票啊？那公司有病啊！一个电影让你看2遍。这年轻人，
操！